我应该去哪里救他呢？这不过虚这里的地貌，听说。我明白了。这个灵虚教徒，这个大叔。Thank you.
可恶的灵虚教。
还有漏网之鱼。什么？拿命来！喂，等一下！在这里，刚那个白衣男子，哎。
嘿，大师兄，看，还不成？那林虚将，我从不。啊！无奈已被林虚。师父他，我不杀你，你走吧。叛徒，即使你怎么不见了？别急，前方石像下面似乎有一扇暗门。小李，你再等等，我马上就来。